台南地检署自案发以后，跟台南市警方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，我们也掌握了相关所有市政以及进度。本案发展至到现在，已经羁押五名共犯。那今日能够再将两名主要嫌犯缉捕归案，本署承办检察官钱宏明将本于证据依法侦查所有犯罪事证，必将歹徒绳之以法，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宁。